大家好，我是阿 Bill。今天过来那个给小雨拍那个周岁照啊，本来说提前一个月就拍的，一直拖都没有空。这里看到这个商标了吗？这里以前是我们那个直播间，这里啊，那个小灰灰他们呢也是在这里拍照了啊。我们今天就过来给他拍周岁照吧。你等一下要乖一点配合哦。不能拍出来就不美了。这个是美美照哦，没有进货哦。选美美哟。我们看一下，有二十元，等不及啦。他帽子的，等你大一点，妈妈要来给你拍这种哦。这样才像点公主嘛，是吧？哇，好漂亮啊！你的头发不适合。等你头发长长了，以后妈妈应该给你拍张好漂亮的照片哦。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有点像女生了哦。假刘海。看一下妈妈，看一下。哇！哎呀，好好看，好不好看？哎，这么巧啊！你也来拍照啊？是吗？啊，表妹去换衣服了，马上就出来啦！凉不凉？表妹出来了。表妹拍照去了，去吧，快点去拍。拍照了。先给表妹拍先，你在这里看，你在这里看，哟，好可爱的，笑容哈。谁？妈妈谁呀？不能吃啊！哦，果果，你给那个果果，你想拍？拍拍了不？哎，哇！耶！哎呀，谁爸爸？耶！吹泡泡，刚刚睡醒，那就好拍呀、啊。一车就睡醒了。哎，老板，在这里。哎，对。什么？怎么老咬嘴巴了？哎，来着。你表妹太高冷了。搞笑。啊，这。你要下来啊？要不要你上场去逗一下？你上场去逗一下，你宝妹就笑了。妹妹笑了。妹妹太高冷了。等一下，表妹再跟你玩。你好高冷的哦。很冷，嗨，干嘛嘞？干嘛啦？想玩了，想去玩了。去哪里？你表哥说要跟你玩。表哥，等一下跟你拍一张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表哥抱你拍，好不好？好哦。拜拜拜拜拜拜！来，等一下。喂，哥哥，你小心点。等一下，老板，妈妈，你爸去拍。啊，准备就可以出美美的照片了哦。小凳子，还是戴帽子漂亮哦。我就是要戴帽子才好看。因为你没有头发。不要急啊，再耐心一下啊，再营业个半小时就可以了。要跟假哥拍，可能就要好一点。有伴了。有伴。到家了。到家了，没有到啊。哦，妹妹还要，妹妹还要，玩一下啊、哦，玩一下，不是哥哥安排妹妹了，妹妹安慰哥哥了，你咋哭了呢？妹妹呀、啊，你安慰哥哥、啊，不要哭啊，妹妹呀、啊，不哭啊，难搞哦。可能都到睡觉的时候了。也到哦，这个时候也累了。哥哥好帅哟、哦！跟哥哥跟妹妹合照一下哦。帅。我们留下合影啊。
好的。你哭完，现在到你哥哥哭了。等下你哥哭，你笑啊！你笑他哦。我笑你哦，这个是宅的货，你是不是啊，妹妹？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哦，大叔叔来了。好了，没有了，先看我先。哈哈，我好强。爸爸把手拿走，不给他。宝贝，你害怕吗？这个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宝贝，前面慢一点。爸爸爸爸爸爸，哇！不，油在哪里？那个澡堂去了。来，这一排喽。吓死！宝贝，哦，去那里。拍个照太难了。哎呦，难搞哦！哎，不是这个哭，就是那个哭，主要是你们选的这个顶，这个都是睡觉的时候啊。下次选下午，来睡一觉的，哭啊啊的，不是你哭，就是你表哥哭。就是待腻了在里面。对，啊，姑妈要回家啦。拜拜。看完了，我们也回去啦。有什么？小美女是不是？还有任务哦。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。你说的想睡嘛，没有玩。你说不想睡嘛，这就是不想去拍，不敢拍。走，哎，给你爸爸去，我们走了。拜拜，拜拜，跟姑妈拜拜。再见，来点生日的再回来啊。来，拜拜，跟阿娘拜拜哦。哇，哇，你滑下来啦，滑下来吧。太难了，四个人伺候的拍照，太热了，他好喜欢做这种，要玩这种，是吧？找到就给你拿了啊，来，宝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有家，我有家，哎呀，太难了，终于收对了，一个下午了都。胜利了！哎呀，终于拍完了！我的天哪，折腾了一个下午。本来说想跟李航表哥来几张合照做纪念呢，不是李航表哥哭，就是你哭。哎呀，太难了，逗了一个下午了，后面只能是分开拍了。那个航航已经拍完了，小雨呢也拍完了，要带他出来逛了几圈，再回去给他拍。总算是拍完了，他还算是乖的啊。他说那摄影师说有些是，要等到下一次才能拍完，还算可以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。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